欢迎来到我们的露露开福袋。我们今天要开哪一间的福袋？全家，对不对？全家那里面有什么？哦，好，那你要先开哪一袋？这袋。这袋是玩具还是什么东西呢？应该不是玩具了，可以抽车子吗？我们先打开一袋看有什么呢？哦，把你一个给拿出来好了。噔噔噔噔，放在这上。噔噔噔，有你爱吃的吗？哎，这个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这可以抽奖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。拿什么？哦，这你最爱的，艾灸，还有这个统一肉燥面，爸爸晚上可以吃。爸爸爱的汽水。好，你再开另外一袋，再开另外一袋。它这设计还不错，都是兔子，也剪纸风格。下一代，下一代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代。这里重，你坐着。来。这个到时候可以拆开来兑奖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平均会有2到3包的那个饼干，然后会有个泡面，然后会有1到2瓶的饮料。然后会有甜食、巧克力。哎，虽然名气会不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期待有抽冰室跟300万现金，我们有2张入场券。到时候我们2月22日再来开奖，看有没有中奖。就这样喽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